若琴石在南海，我便陪你去南海；若琴石在深渊，我便陪你到深渊。是时候。这是滴水珠。 吃下之后，便可在海中一切自如。然后呢？你就会像书里写的天神一样，劈开海面，带我一路走到海底吗？真有想象力啊！可是我不会。那你看，这片海域。 有两股巨力漩涡，每隔12个时辰出现一次，届时便会将我们带入海的最深处。那就是清盈石的所在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找到漩涡？时辰差不多了，姑娘，出海吧。 你休想！九爷，你受伤了吗？我没事儿。这里好了，我有些撑不住了。川儿，我陪着你呢，不会有事的。